病重要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们要发愿做佛，戒愿成佛。啊，前面我们读过，一切皆成佛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。四十八愿，愿愿帮助一切众生成佛。那是愿呐，我们不要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去不了极乐世界。凡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，跟阿弥陀佛决定是同心同愿，他才有感应啊，同气相感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愿一切众生皆成佛，发愿帮助一切众生早日成佛。这跟阿弥陀佛的心愿完全相同。啊，与阿弥陀佛同德同行，同德同行人，我们的愿，我们的心要真正兑现，要真正落实。愿亲平等啊，这个人曾经回报我，羞辱我，陷害我，我还要帮助他成佛啊，过去这些事情一笔勾销，决定不放在心上啊，我的心才干净啊，才清净啊。把这些事情都记在心里头，这个心就变成别人罪恶的垃圾桶了。你专门收集垃圾了，错了。啊，这个错处是自己干的，不是别人支配你啊，是你自作自受啊！学佛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啊！他的心行善，称赞；心行不善，不说，不放在心上啊，不放在口上。啊，这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他有需要，有缺乏，要帮助他，啊，主动去帮助他，这叫行菩萨道。这叫德行呐！啊，德是你真正得到了，得到什么？诸佛如来的教诲，你得到了，你明白了，你觉悟了，你所行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那就是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啊！啊，看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
啊，众生苦就是自己苦，众生得乐就是自己乐，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就是帮助自己离苦得乐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啊。早年，我曾经问过一个同学，啊，这个同学也是大学教授，学佛多年，在学校对学生开普贤行愿品这门课，啊，他来看我，我很欢喜。啊，我提出个问题来考考他，出个题目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他到底讲的是什么？你用一句话回答我。啊，我不要多话，一句话。他想了很久，大概有5分钟，答不出来。啊，我不准他多说，只准他说一句。他倒过头来问我，我跟他说，我说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，你同不同意？他听了之后点头同意，诸法是一切法的真相啊！49年没讲别的呀，一点迷信都没有啊！啊，跟你讲一切法的真相，这般若经上常说诸法实相啊！你看4个字一句话就答出来了。跟你讲真的你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。那讲假的欺骗你的人，那是魔王，那是外道，那不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决定是讲真的啊，所以佛法叫真法了啊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。